来看一下年前进口的云石泰斯，很多人买回去了哦。你们养的状况怎么样？你看，这是现场我自己养的部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每一只都肥嘟嘟的，没有，这个很壮，肌肉棒子啊！你看头瘤又发达，基本上每一只的成长幅度都很大，你看，超夸张的。有喜欢的话，可以来现场挑，哦，挑一只你觉得很可爱的。其实这就是你们常讲的奶油丝啊，但是在室内的部分哦，它颜色会褪的比较接近白色的，哦，这个是比较没办法克服的部分。但是至少鱼健康，它又壮，你看这个肌肉，这不是吃饱而已哦。每一只都很肥嘟嘟的，你看这一只，要求要求，看看这个脸，这水准都有到了哦。有喜欢的赶快来挑，这是我养很久很壮的鱼，最适合你们哦。怕养不活的人就养这个，每只都肥嘟嘟，感谢啦。